沈南呐、啊。从英国念书回来，然后我感叹自己没有那么了解台湾的文化。像镇南宫妈祖绕境是世界有名的一个文化祭典，保养品牌不是只是很时尚的一个东西，而是更在地的跟大家有互动。不省难呐、啊！我们要怎么开始这个牌子，让消费者觉得这个是跟我们生活非常贴近的？年轻人其实很愿意去尝试，可是又跟台湾在地文化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绕境的活动来参与，然后就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商品出来。对，其实相对其他的神明来说，妈祖是更具有台湾意象的东西，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。多方的思考之后，觉得还是跟台湾要融合一点，可能还是妈祖比较好，所以我们才会特别选这个角色作为我们最主要的首发的神明的面膜。然后那时候其实在跟我们的行销的团队在讨论，就是活动团队在讨论，是说我们除了做花车之外，我们要给人家什么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才做了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活动。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，每一个 generation 之间的那个连结，因为我们都是算是最年轻的那一辈嘛，那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人也好，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，其实都在一起了，就是这是蛮有趣的，就是我们把整个都串联在一起了。对啊，总归一句，就是还是希望这台车可以服务到绕境的人，所以才作为一台车子的形态。因为如果我们是人，单纯人去骑脚踏车去走，那个我们能够给人家的能量不够多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好，那我们就做一台车。这样不省难呐。其实我们要做妈祖面膜，一定要经过妈祖本人同意嘛，不是只有庙方的单位，所以我们也跪在神明面前有一段时间，所以过程当中那个设计稿也是被改了好几次，因为其实我们每次保规都没有过。就是我们后来就认真在思考说，会不会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回归到最一开始，我们是要更多台湾的东西，然后更年轻、更有趣的，所以我们就改把包装整个做大调整，结果就过了。我们才去跟严董说啊，妈祖同意了，拜托你可不可以这次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们机会的？然后他们觉得哦，也年轻人，然后还蛮有创意的，所以我们才算是有得到这个允许。啊，现在很好玩，新体验，在哎、欸、对，而且这个造型看起来也很可爱，就是我现在觉得很滋润啊。然后我如果再继续感受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会去买。的面膜很漂亮，很有特色，哎，单单敷起来就好像会变成美女一样。就是有点累，但是心里是满足的。然后自己没有戴面膜，对啊，刚好在这边可以再敷面膜休息，就是还蛮爽的。我觉得很体贴，温柔的面膜。安葬安葬。很多人在走是为了要跟自己多一点对话的时间，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往前走，然后中间一定有很多挫折或什么。老天爷今年也是很特别，就是下了非常多的雨，因为往年其实是没有这样的，就算雨再大风大浪，我们还是要往前走，因为就是跟我们在做这个品牌一样，这个工作都是如此的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，我觉得我们的创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撞出来的，就是它就是有一种态度，对，一种就是坚持往前走的态度。未来就是美肤娜娜怎么样再跟更多台湾的文化做结合，是我们的目标。对，就是发扬台湾的各种不一样的东西。不省难呐、啊。